争取你，争取你的美，争取你的一切，绝无可厚非。人气爆棚的乐团告五人神情现场台南将军吼音乐节，歌迷听得如痴如醉，最后还加码演唱人气歌曲《爱人错过》，将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。金曲歌后阿豹用原名母语唱出宛如天籁的曲调，将军吼第一天卡斯超强，吸引超过6万人到场共襄盛举。只念之间我市长黄伟哲也上台和听众大合唱经典歌曲《十年》，喊话要邀请歌神陈奕迅来开演唱会，现场气氛超欢乐。希望陈奕迅来台南办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嗨！我们将军吼一年，刚开始一天而已，是，现在变两天，没错。刚开始没有烟火，现在有烟火。刚开始一天烟火，现在变两天烟火了。两天哦。所以我想，很多热爱好将军吼的好朋友，你们来到将军渔港就对了。将军吼第一天的璀璨高空烟火秀，以璀璨烟火秀作为结尾，今年疫情解封，将军吼扩大举办，除了演唱会还有市集可逛，连续两天带给听众最高品质的夏日飨宴。三新闻台南综合报道。